在白老师吼，伊若小姐见面，我嘛照你的意思来做，代志应该圆满吼。对喏，啊，你这红阿面，哎呦，伊哪有可能看袂佮意？所以一个成功啊，成功啊。其实你厝我都恭喜表兄，你何时要娶亲，我当来斗帮忙。我来讲，啊，伊吼虽然讲哦，会当哦，马上哦回家去娶亲，啊，不过吼有一项代志。有代志啊，需要什么代志爱我帮忙，你尽管提出，我袂提示啦。哦，你袂提示吼，我来讲，迄白小姐有讲哦，讲迄个幽白楼，啊，迄个穿白衫、骑白马迄个，啊，爱伊本人去娶亲，爱伊去娶亲，表兄，表哥，你说的出言，确实有伤过当红，你爱了解，论起你甲对方。你后嘞，什么白头偕老的夫妻？如今我一头代理在月老之下，一头见面，安尼对小姐就算讲是一场的温暖，也算是骗婚。如今你讲爱我，替你去娶亲，做一个假新郎，安尼试试，对小姐更加我较大的侮辱哦。不管怎样，任何代志你需要面对现实。伊表兄，你做人是一个大善人，在地方上，咱人对你的赞美有加。相信小姐若真正跟你有这个缘分，应该你都爱去面对伊，做将事实说出才对。做通叫我刁俊第二摆替你做新郎，去伊的家中提了这门的婚事，做将小姐娶倒转来。别项代志我会当答应，善代志我是做袂到啊。哎呦，表小姐啊，安尼你都唔对啊呢，我甲你讲。我只是爱你讲哦，去替我娶亲，娶当个咱好嫁，迄就是我的某。娶到当个咱走，伊打咱的门，就是爱输在咱。啊，叫你讲去替我娶亲，你唔得着啊啦吼！做人是一个信任，尤其我阿爹在朝为官，当然忠厚仁义，一切代志我了解。要我这款人民都是骗婚，一头大利。他讲小姐来了解，你后结婚婚姻袂当圆满，伊会怨叹我丢尽一世人。小姐，伊跟我两个人是初缘见面，对着内情根本都无了解。只要表兄，你愿意注重事实说出，我相信更无安慰的余地。你若坚持安尼生存，任何人拢会来看咱无气，敢毋是？表兄，我希望你回心转意。咱过到来，伊才会讲，我让对方小姐会同意，买当出现这对好良缘。还想去，表小姐啊，你想看卖，即马白小姐爱由本老的人去娶亲，你若唔去，你想看卖啊？你的表兄先做安尼，敢讲你良心，互我一世人娶无某哟？搁再讲啦，我只是讲叫你替我娶亲。啊，毋是讲叫你吼去做新郎盖洞房呢？你安尼即阵啊代志都唔肯，你也无想看卖啊？恁老爸正死沙场，你无依无我来倒靠我，我呢吼无讲第二句话，我就甲你收留起来，都予你用功读书，以后我爱赞助你上京赴考，予你有官好做。小姐的要求你都不听，既然若是安尼，我做人有啥物路用？我只要你看，表兄你，你在谈啥啥来呀、啊？表我，刁钻都想死路命。是袂啊款待，此阵代志咱着来了解。乡里小姐细啊实在，笑声盈盈，真应该。哎呦，刘工作啊，啊，即摆哦，恁表
甲我听啊？不是啊，不是啊，不是我甲你听啦，我过一个伤紧啊，用死啊嘞哈！啊，你即摆声声句句就无爱答应，啊哦，干那叫你去哦代替娶新娘尔尔，安尼你就唔肯嘞？哎呦，张公子啊，你着爱看恁老表兄即型的，若真正要过好娶亲情哦，迄是真困难。为着哦会当哦顾着恁表兄以后终身大事，会当会娶一个好某，你着较委屈的去哦代替伊娶新娘啦。我着爱代替表兄去娶新娘。对啦，你若是无接我丢去，望我背去，就是不能不依自背，安尼是因为我打头袂起，我都出笑。表现一段好演技，对对，你也穿上来哦，就无你的代志，就是阮何家的代志。杨公表现，你敢真正有伤势伤过？对方的小姐了，真正对你有意哦。人讲姜母的水果是袂甜，姜母的婚姻哪有可能会意？你安尼死甲伊欺骗，伊日后若真正了解事实的真相，彼时敢有可能甘心对你折情？敢真正无目看的风光？会当来解决，一定都要用这款的方式先。哎呦，表兄弟啊，你这是出去替我娶某做证啊？迄证来，我甲白小姐生米煮加饭，啊，就是翁阿婆。人讲哦，查某人哦，拢会吞忍去，所以哦，伊为着安尼，伊嘛是好啊，甲我过日子，这你免烦恼啦。对对对，人咧讲，买卖翁是吃袂空。那参像这型的哦，伤老疼哦，啊哦，你免烦恼啦，只要哦会当哦家平安哦娶过门，啊哦，你哦表兄做某上界重要啦。我就爱答应。对，对啦，你若袂答应，那是你表兄的孩子啦。我爱你情意，你一定爱。那我就是忘恩负义。报应。表兄，你讲的有道理。当初是我四片表无一片糖果，若是无表兄你的威气，今仔我也无可能在这暗恋自造。你的终身大事，也是你所有的愿望，会对小姐的意爱胜过一切。所以讲，你才用这款强求的方式，希望小姐会当嫁来恁夫家。好，既然表兄你真心的对待，不管怎样，小姐来娶你嘛。我希望你会当好好甲伊讲，千万不可夫妻失和。我知啦，迄个我家己会听，家己会受啦。安尼好好好，张公子啊，既然你愿意答应啊吼，迄新娘衫哦，伫咧内底，已经甲你穿好势，你紧紧做。我都会马上过去娶亲。你去啦。好，我来去。较笑诶。哎，真奇怪啊！哎，你表兄弟真歹参详，啊有人顾是这样的，这顾一个。伊个人刁滴啦，刁滴，老实啦。哦，干那为着要讲这件事情，我来讲，这阵哦三万块的未来钱哦，真正足歹赚的，你敢知影？好赚的，好赚好赚的，你买卖啊？什么？那是因为你要娶我嘞？吼，那是交钱我的老家无哈？哎呦，我就要头壳去讲破去啊！为着你要娶我，我来替你想尽办法，叫你表小弟哦代替去相亲。迄这件代志，今仔恁兜做会出名？哎，我甲你讲，我嘛是好个人诶，袂少只坐话伊无食亏诶，遐个受冤枉富贵诶。哎呦，我煞毋知遐受冤枉富贵，干那哦，你看伊有啥物好诶？你若搁今仔日哦，你若参像哦，现在恁表小弟这行个哦无定着哦，迄新娘哦半暝半暝紧来找你啦。我买来甲去做，我要准备后来去办事，要请这人客官，要来办事。啊、你靠去啊！迄新娘就还袂出来，要办啥物事？啊，我爱即摆去人欢府报听。你要去甲啥欢府啦？啊，甲迄个主管，迄住伫咧苏澳离遮近近啊，过来办事啊。我过去吼，卖坐主管，你去坐迄个内路。迄内路吼，因家吼拢专门咧卖海产的，因家迄几个冰箱内底拢装海产。啊，那会了钱啦！谁那会了钱？迄拢海产成本较悬啦。哎呦，那会较悬啦！哎，一只吼，迄个面包蟹啊，面包。
食顿来，哈你倒好呀。哎呀，班长，好啦好啦，我叫龙虾啦、鲍鱼啦、青菜人家，行啦，你来啦。